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Amanda， 今天来跟大家分享我在雪梨的中秋游轮晚宴。幸福的给朋友邀请到，真的很开心。雪梨的交通太可怕了吧，塞了一个半小时，终于到码头了。船来啦，准备上船咯。哇，有好多礼物哦，这些都是准备送给客人的，当然我也不例外。上了船，当然要到处看看哦。我们出去阳台看看吧。虽然夜景很美，但是风也太大了吧。我还是先回去找回自己的位置。晚宴要准备开始咯。首先请允许我代表华磊地产公司的两位负责人 Danny 和 Steven。 接下来有请我们华磊地产的负责人之一 Steven 为大家上台演讲。我的朋友要出场喽。部门的工作分配，我们实行分区分组的管理，每个区域将会有专门的。还有表演看呢。游轮也慢慢已经出到雪梨桥了。哦，今晚的主菜是牛排哦。但在我准备要开动的时候，感觉气氛有点怪怪的。当晚还有抽奖节目哦。
很快两小时就过去了，我们又回到码头咯。这次是我第一次参加游轮晚宴，非常开心。在此也要感谢我的朋友邀请我来。他们还准备了礼物送给每一位来宾。准备回家开礼物咯。今天就分享到这里了，谢谢大家收看，拜拜。